我已经决定我要选择先前，我一定是要找机会跟你讲，要不我不知道要怎么讲出去。 我希望你能听清楚，我已经选择浅浅，来应该说。英凯，五分钟已经过啊。 我带你去外秘密基地的时阵，你的准赶快把路带好。你跟我讲，你要不要做回南部？要不要躲过所有的难关？你要陪我，等雨过天晴，等雨后彩虹。 对我来讲是一件幸福的代志，但过今晚，对我来讲是一件奢侈的梦，我不敢乱想。 这把是对我一定把我所有良心拢碎掉啊！我嘛希望会当把我对你的感情全部拢碎掉。我更加感谢，这地方，我看无你的目屎。 你看，我喜欢你哭，我不带你离开，你放过我，我放过你自己。现在，一年，一世，最后一次拜见你，还在三秒。
家属要你给你跟我学回家真是我对你的真心，你这么开心，不管面对偌侪考验，我拢陪你伫身躯边，我绝对袂离开你。王爹，你的未来才特别开心呀！明仔我得去律师事务所，把江大汤和我全身机构表全部拢过给你。
之前伊要拢是咱的，无人会当看到咱面对啊。唔知黄立伟找阮来是？我问你，是安怎？阮幼幼袂用你算高手哩？许多老师的意思是吼，幼幼做唔得代志，所以伊是犯什么天条大罪？只不过是一个囡仔个安尼尔嘛，敢有遮严重？伊那人做唔得代志，爱教育啦。阮是好意，什么咧好意？你莫掠准讲好。是恁的地盘，恁上大，恁讲要安怎就安怎。较站直嘞，拄好就好。若要想超过，大家再来试看卖。李伟，我会当体谅你听孙的心情。你做人是爱讲对，对就是对，唔对就是唔对。你袂当为着你孙的代志，在咱是非不分。什么叫做是非不分？管不管？幼幼是我的宝。什么人都不准改抢高手的资格。我无多大，伊是你的宝，其他的囡仔，连爸母心目中也是宝。所以我希望你能将心比心，卖什么哦，拢替家己想。你乃下儒啊，是安怎拢讲袂通啊？我是坚持做对的代志，而且我认为这件代志我无唔对。搁再讲，我叫是你是一个讲道理的人。啊！想袂到你为着你家己孙，这尔傲慢，这尔无讲道理，你真正是莫名其妙。安怎？我无想要甲你收钱。校长，我最后阁警告你，莫无这个钱啊，参阁参加乐团的代志，也若无，天真正要落红雨啊！李伟啊，你莫生气啦。我一定想出上完美的方式来解决。校长啊，你哪能想这种人来威胁嘛？伊手段，你莫家己鬼呛声啦，算我甲你拜托，乐团的事你莫插手啦。好，乐团的代志我当莫插手。不过甄选的过程，我要求爱公平，袂当有人哦妄打杀破就算。你是咧讲啥？一杯苦，苦苦地饮落去，来感受。我一个小姐哦，在你爱吃物件过来，你咪进来中国啦。啊！爸，我即马是坐轮椅呢，你咪阁催我好不？拢是为着你甲赵信台的感情啦，爱若一世人拢唔娶你，我不爱当接到一世人。到底有啥物办法会当扶骨卡松出来？齐慧豪，来宾老人丁兆豪。在台湾台，干杯人生。